很多人喜欢这张画，是很用心画的这张。这幅画就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，几乎看了就很难忘掉了。为什么画这个霸王别姬？因为霸王武艺高强，就是本事大嘛，很喜欢这个人物。我也很喜欢他的妃子这样的一个人物，他爱一个人非常重要，也摸索来摸索去，点线面啊，大写意啊，茫茫大海摸索摸索。最后根据这个情节，他就比较激昂，比较悲壮，应该是用红黑对比这个调子来画，他们这俩就比较画得清楚，后面他的将领们就模糊一点啊，还是印象较就多一点，眼睛啦、眉毛啦、这个手啦，哈，都是工笔画的用线，比较传统的办法呢。但是你看这个线在转圈，根据空气流动，有气氛能协调这个场面，这个是属于，传统与革新之间吧。倾向传统，但已经开始革新了，已经有这个画家的一点影子了。